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咱台湾不时发生地震，引起一挂人会惊吓，啊也陆续传出一挂灾情。所以咱共同同心来为台湾祈祷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是掌管历史甲世界的主，也是阮国家的主。我恳求你保守阮上界心爱的国家台湾。最近阮陆续拄到几遍的地震，也引起一挂灾害。阮特别恳求你赏赐真实的平安，除去所有百姓的惊吓甲担心。阮深信你的丰盛的疼的确无改变，永远无离开阮。你是阮患难时的避难所，是阮所瓦靠的。你的确会拯救阮，甲阮同在，保护阮的家园。主啊，阮恳求你保守因为地震遭受到患难的同胞，有失事的家庭，求主亲自安慰扶持；有损失产业的，求主亲自帮助，也乎各地的救灾人员。在救灾的时阵，拢会当顺利平安，毁坏建设会当早一点仔恢复。求你怜悯阮，保守阮，予阮全国的同胞，在这个时刻会当同一心志，手牵手来度过这边的危机甲灾难。愿安尼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